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伯乐市，正打算坐火车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奎屯市，那里是一个火车的中转大站。那里既可以坐火车前往克拉玛依、阿勒泰地区看可可托海，也可以直达乌鲁木齐去天池。这就是火车站的候车大厅，两排都是座位，中间检票口，只看到了一班列车的车次，就是下午1:10伯乐直达乌鲁木齐的列车。排队检票，坐火车的人特别多啊。复兴号绿皮火车进站了，这一站下车的人太多了。这就是我乘坐的 C864 次列车，是从伯乐市首发，途经奎屯市、沙温市、石河子、乌鲁木齐，终点站就是乌鲁木齐。现在去找我的车厢号。首先看一下列车的一等座，双排座位非常的宽敞舒适，但是没有抢的票，我只能坐在二等舱了。去找我的车厢。列车非常拥挤，还有好多买不到座的呀。车上任何地方都不能抽烟啊！上个厕所。快到站了。准备下车。终于到站了，这次我乘坐的 C864 次列车是伯乐直达乌鲁木齐的。终于到达了奎屯市，这一站上下车的乘客也特别多，我准备出站下车了。我现在已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伯乐市坐了2个多小时火车到达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奎屯市，这周围紧挨着乌苏市还有独山子区，这儿的出租车特别多，但是打开手机查了一下火车票，从这里坐火车去克拉玛依以及阿勒泰的富裕县去看可可托海，需要晚上的21:44才能坐火车，也就是大晚上坐火车。如果坐大巴车的话，有直达克拉玛依的，每天都有一班。所以接下来我是坐大巴车往克拉玛依，一路去阿勒泰，还是晚上坐火车，或者是先去一趟奎屯市周边的独山子区，或者是乌苏市。大家觉得应该怎样选择旅游路线的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。